半导体进入艾米时代，台积电上先进的 A16 制程，共计控制六年下半年要来量产。即马听讲，大客户苹果甲 ChatGPT 开发商 OpenAI 已经有资本伫前导期共同研发，有机会变成 A16 第一批客户。进行共同开发的技术合作的话，那他们未来必定会成为台积电A16 的首批的重要客户。起初台积电在 A16 的产能部件一定不会那么充裕，对他们在占有产就是说强产能的部分具有一个先导型的优势。台积电这边无要评论，拜一台湾股市伫台积电带头之下开关，早盘涨900点，来到22439点，也毋过尾啊量较少，指数边盘起落，中盘有起无遐强，估计947块起3块 ，AI 概念股起落拢伫一趴内，敢那嘉士达讲要买回39000点有库存股，起价要5%，石光智概念股连夜起7天啊，稳啊起8%，即几。其实表现较强。过去的这种市场上对于题材发酵的惯性，大概就是开展前的一两天就会开始慢慢的热度就退了。一些相关的半导体设备的个股，其实在涨幅上面也都明显的有一些缩小。九月中下旬，要看的是美联储的利率决策会议，那到底是会降息一码，还是会降息两码？专家认为讲，市场即马拢在等这礼拜美国公布重要经济数据，可能影响联准会利率的决策。要过买当看后礼拜 iPhone 16发表新手机啊，相关题材的反应。民视新闻台北报道。赶紧替恁厝里 MOD 的遥控器，伫自选的项目内底来加入民视新闻台，为恁带来上届及时、上届正确的新闻内容。